朱先雪的仔仔在5月17号出世，港德切和妈妈在6月28号过生日。 Trace 也有上载庆祝生日的照片，见他穿上宝蓝色上衣，淡妆之下仍然红粉飞飞，这头切完朱古力生日蛋糕，那头有大啖叹朱古力的雪糕，真的好叹啊。他早前和老公一起出席洛小姐的生日 P， 他说顺产兼喂母乳，身体复原得很快，但到9月才会正式复工，到时还会拍广告。他又分享仔仔未到个半月就已经有10磅，而中英文名就交给家人决定，也都没有改乳名，平日都是叫 BB 做阿仔。